下去。咱一期的甲团特别有去澳洲倒转来，去日本倒来，去美国倒来。你一年感觉讲，我伫网络咧看文章，看遐尔啊济啊，我哪会着再过来想要创啥？可能将来拢无人甲你讲，啥爱来想。可能州长嘛无甲你讲啥爱来想。今日呢，我甲大家人讲是安怎爱来想。这是因为美国政府的要求。啊，是安怎听美国政府的话？是安怎？你美国是美国啊！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台湾人的敌人什么人？美国嘛，美国人甲中华民国是同盟国，这大家拢知影。但是今日台湾人，是中华民国迄顶帽啊，比你头壳顶。讲我是中华民国的人，我用的是中华民国的护照。全世界拢在笑台湾人。明明中华民国，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是台湾人的敌人，美国人轰炸台湾是台湾人的敌人。但是咱今日讲，我是中华民国的人。他带蔡教授去讲，讲啊真好。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正式投降的以前，台湾人有30,000人。在日本，迄个时阵台湾人嘛是叫做日本人，但是8月15日日本投降以后，迄30,000人。有真济人，我卖讲几万，有真济人去主动去登记，但是本政府登记讲我是中国人，因为伊认为讲中国人建立要享受伊建立的待遇，所以今日有真济日本在日本的人真讨厌伫日本即个旧的台湾人。我卖讲啥，但是恁应该破破心来唔知。但是我今日咱只学员，我会当甲恁讲，遮所有的旧的台湾人，就是包括啥金美玲、黄椒童，因这批人。今日咱的电视，咱即摆拢是现场咧转播的。你去问日本人看卖，伊去登记讲我是中国人，我这尔，所以因当然敢来台湾，甲咱讲唔对的论述。甲咱讲台湾要独立，其实台湾无独立的问题。美国甲你讲几啊摆，咱听无啊，咱拢听无讲，啥物台湾未当独立？这个问题，坦白讲，咱来感谢何瑞啊。2002年6月29日，我为金门偷渡倒转来。然后因为伊顶位介绍，何瑞互我熟识。你顶位甲我叫去，伊讲，你敢知影台湾是地位是啥物？台湾到今日为止，还阁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的土地呢。伫迄个时阵，听讲我听即句话，我内心的迄个震撼。敢是讲，我今日为止，我会记。台湾要不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的土地，我这上讲，你看这有一个美国人叫做何瑞，伊的报告是这，你看嘛，啊你林先，你是日本的明成大学，你读战争法的，你读的就是这个物件，你奈无爱将战争法放喺台湾的地位去看嘛呀，迄个是。第二天，在北社的开会内底，
我伫问讲，啊，恁有人捌何瑞？有一人甲我讲伊捌，甲我介绍何瑞。介绍熟识以后，我印象足深的啦。2004年我要过年，我过年团拢秘伫厝内底，开始读册。读到过年结束，我恍然大悟。夭壽啊！到今日为止，台湾了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的土地，台湾人无人知啦。无怪咱台湾这五六十年行啊行啊，拢行未出去。2005年12月25日，鲍威尔伫北京甲你讲，台湾毋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毋是享有主权独立的国家。台湾人干嘛甲厉害？但是事实上，我根据我研究以后，完全正确。因为我读的是战争法啦，咱台湾今日遮个国际法的专家，无人读战争法，因为读战争法，我感觉这是上天的意思啦。读战争法的学者，无饭好食啦，因为世间毋是一天到晚咧战争，久久来才战一摆尔。啊！我是哪来去读战争法？我甲各位讲太白话，因为我认为我读战争法，我较好毕业。其他你日本读是足贵的呢，无人读啊。指导的教授有限啊，我若小研究的，我甲伊辩咯，伊拢唔敢甲我辩啊。我当然马上摕到硕士，但是课程的博士我都唔敢读，安怎讲？课程博士啊，爱读足久的，日本的课程博士，你这个学校的博士呐，过死你，你才会当去甲顶替。所以我只有去读论文博士，较简单。这就是我去研究战争法，拄啊开始坦白讲，我的心爱心意是安尼啦，但是无想着讲。夭壽啊！我即摆读这个战争法，我感觉我都救着台湾嘞。甚至我读这个战争法，即摆含美国国务院、美国国防部都爱来甲我请教。苏联嘛派记者来甲我请教。日本当然是免讲嘞。我想想讲，未歹呢，我的尾端跳起来。我相信我是绝对是这个战争法的全世界前十名的专家啦。人就是安尼嘛，我本来嘛真高读册啊，小学毕业，数学100分嘞，考到初中大同啊，大同毕业条件中数学嘛100分嘞，我哩家教的啦，足不幸的，甲马英九共届，但是马英九是补上的呢，所以你讲中国人对咱台湾人有好无？我讲给你听，你就知，以前爱高考对不对？这个好大胆，伊竟然讲哦，啊，恁台湾人若不好，无恁来买去高考。迄夭壽啊，中国伊安那处理，知毋知？伊甲全中国甲分作35省，每一省几个人？刚是讲哦，每一省2个人，35个省、36个省啊，台湾分2个，其他70几个拢是中国人。健康伊嘛凊彩嘛调，两分就得调啊啦！就参我前妈因伊即款的人啊，伊高一，我直接敢讲我爱负责呢。数学48分，含补考都袂使，伊爱落地呢。啊，伊有落地无？无啊！因老爸迄阵，就是迄个化毒箭筒，迄、那个伊迄个金刀安那所刻的迄个人啊。伊个，伊当阵伫中国国民党诶台北市党部诶主委，伊就出面，含报考嘛免，先二年。当然，伊大学考了哦，考条淡江呢，落来一摆补上，搁加分呢。台湾人是考到要死呢，台湾人有真侪甲落尾啊，无钱。读袂起，
所以不是说台湾人笨蛋，无钱是一个原因啦。这个所在，这里啊，这窄门，何里去钱？你那本公开信贷课信贷条，安尼甲恁糟蹋讲，啊，你奈歹做，你奈歹去做公务人员，这是中国人伊的手段嘛。十八下嘛是安尼来，伊为着要将这公务人员甲把握好，到底公务人员伫台湾的总数来是较少，但是要甲你买你的票较简单。是大家人钱给你的。上礼拜，我跟 CI 两个人见面，你们感觉真奇怪，为什么我跟 CI 见面，我就直接公开讲，这个现场又转播出来，我绝对会等再讲的，因为现在 CI 真惊我。怎么讲？因为奥巴马讲，跟他开会讲吼，伊足惊，伊讲，咱这个俱乐部哦，搁再加过。当时伊调的时阵哦，迄毋是讲笑的呢。伊召集因内底六大部门开会，国务院、国防部、CIA、国家安全会议，迄个司法，还搁一个啥物嘛？我讲无对，国务院，六个单位开会，第一头前的问讲。这台湾有一个叫做 Roger Lin 的人哦，恁有人捌无？因国务院甲叫迄个台湾东洋会，就纽约个迄个会长甲叫去。你捌这个人无？侬捌无？过美国以后2006年十月二四开始告，半年尔尔，上台因还佫咧想讲哦，我咧告假。但是到落尾啊吼，因一个读落吼，愈读美国人愈惊，愈读因讲，哎呀，这个人奈拢知影，因为我所写啊，和美国的国防部的遐律师的解救，拢总一模一样。我甲各位讲，2003年中国共产党开始研究政变法，以南京军区的司令。统御之下，83个人去研究战争法。2009年、2007年，写一本册《战争法》的册。我甲拍开甲看，和我研究的一模一样，但是敢若一个部分伊漏去尔，台湾的部分。所以中国共产党嘛已经知影讲，台湾甲中国无关的。台湾要不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的土地，所以美国人即马伫台湾咧创啥，伊拢掂掂。我讲这个有证据。去年胡锦涛去访问中国，你会记得无？过去那些逃去访问的时候，一定跟你讲，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有无？这边有讲没有？头一摆无讲，这是头一摆。你讲啥 ？Core interest， 核心利益。加奇怪，一部分变成核心利益。你听有无？你听无，但是你即马上只可以啊，你就开始听有啊。中国已经开始知影讲，嗨啦，台湾确实要过美国军事政府占领。即边日本发生地震，900几个走去台湾来。你甲看这个代志哦，台湾人到今日还搞不清楚呢。AIT 宣布讲，我停止作业，要签证的，我们无限期停作业，停止作业，有无？有无？有。你看报纸，你那拢唔知，拢我都搞回答，有无？有。停止作业，伊去机场啊，签一个 AIT 印在后壁，恁签这个，我即马互你一份册，你甲看卖啊，后壁 AIT 有无？两个人，伊安等恁啊。你敢知影？遐鸦片咱拢有呢。喂，机器喂飞机落来，伊转去那了就出现呢。各位，中华民国的政府
马进路拢无解释，落尾啊，咱有人去甲问，啊，伊讲为了方便，放屁，为了方便，你迄个海关甲迄个移民局拢交互 AIT 去登因啊，迄讲无上听，干那讲话台湾人听，台湾人相信尔啦。我甲你讲，顶礼拜我甲 CIA 见面时哦，我足刺激。美国的 CIA 当面甲我讲，你台湾人无智慧，台湾人无相信，没有智慧，没有常识，你都承认无？咱以前承认，即摆开始袂当承认啊！咱哪会无智慧？咱即摆嘛开始有智慧。我讲你拢袂晓看报纸，你要相信无？你要相信无？你会晓看报纸无？你捌字无？恁捌字是会晓看迄个什么字什么字，但是恁报纸恁袂晓看啦。报纸顶面甲你讲，台湾个国家对一个国家断交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啊！是中华民国啦，甲你台湾什么关系？甲你台湾有关系吗？咱当时甲人建交过，报纸甲你写。1971年、1972年，台湾退出联合国，对不对？对。当然对嘛，啥话？台湾从来毋捌加入联合国。他都已经跟你讲答案在遐呢。台湾到今日为止，还阁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的土地。你若讲是军事政府占领下的土地，你就没有自觉的问题啦。你袂敢讲我红占领，啊，我袂主观。No， 主观是独派你骗咱的啦。咱会当主观，看到鬼咧，你要主观变哪主观？你捌过去捌看过真济欧洲的战争啊？这个所在去吼，我来看咧德国皮就好啦。波兰去予德国占领，波兰来讲我要自决。有可能无？绝对无可能嘛！今日咱是美国占领，咱讲要自决，那有可能？无可能。咱家内当要求什么话？主体啊 ，self governance， 照联合国宪章73条啦，唔是76条，美甲77条啦 ，no。过去60几年、65年。咱的思想都拢唔对，拢伫这个所在唔对，拢叫毁去的。咱拢叫是讲咱是中国人，咱唔是中国人，我讲一摆。你今日来一只上课，大声爱军的就是讲，台湾人甲中华民国完全没有关系，今日是叫伊管一下尔，伊甲你管，安尼尔尔，甚至嘛袂当叫咱做兵。你敢快看到美国人去伊拉克，叫伊拉克的人讲，你来做兵，做我美国兵 ？No， 违反战争法。美国人当时托管琉球的时阵，敢有甲琉球的人讲，你为今日开始拢爱讲英文，袂当讲日文，有无？无。没有啊，因为占领袂使移转主权。国际法规定，但是中华民国占领台湾以后，将台语废止，你袂当讲台语，讲台语是无标准的、无水准的，讲台语是不入流的，我爱讲因的白话语，啊，若无甲你罚钱，讲到今日，咱的台湾的第二代袂晓讲台语的足多，这就是甲你改变，甲你改变。你的主权形态，台湾实际上到今日为止没有主权。人讲台湾主权属台湾人的，对不对？唔对，这是政治口误。你若有主权，台湾人若有主权，可比讲什么人去用判死刑，你会当出来讲话？你有主权？你用等，我不爱给伊判死刑。台湾没有主权。主权这两字啊，啥问题？
是定要放在犯人的身躯顶来得嘞，叫这个主犯的刑事。今日咱台湾未开始就拢唔着了了的，尤其是1945年10月25日迄一天，蒋介石奉了着美国马卡萨将军的一般命令第一号，来台湾接受日本的投降，一记接受投降。这个投降典礼啊，没有代表任何意义啊。但是是战争法的内底，投降典礼即一天开始，一进行叫做交战国占领，就是两个战争的国家真真正正的占领。占领今日的台湾都是在马卡萨的命令之下，中华民国来代替美国来占领台湾，到今日还给你占领。这就是什么？4月28日，1952年4月28日，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，你要搞，咱要发动来去日本的交流协会，要来去 AIT。跟日本政府说，要跟 AIT 说，跟日本政府说什么？你是日本政府，我以前在1952年那个时候，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，那一天为止，所有的台湾人，这块土地的台湾人，都是日本的国籍。人权条约内底15条之1甲15条之2讲啊真清楚，世间拢所有人拢爱有国籍，啥物人都袂当将你的国籍甲你取消。今日日本政府，日本的东京地方法院，伊讲1952年的2月，伊用1951年9月初8，日本有签迄个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做条件讲台湾人为即刚开始。能失去国籍，日本国籍，无效法啦！台湾人唔知影，啊！你台湾人的中华民国国籍是当时摕到，你敢知？是伫1946年1月12日，1946年1月12日，中华民国的行政院用节参字第0397号文，国规。1945年10月25日迄一天开始，所有的台湾人集体恢复中华民国国籍。国籍会当用迄集体来恢复的。国籍有三个条件呢：第一，主权，我主权；第二，要有意愿；第三，就是自由意识。你才会当用这两个国籍。今日就是讲，我要不爱我不爱日本国籍，我要摕你中华民国国籍。那袂使呢，因为中华民国唔是国家，无国籍啊。以前美国就好，尤其是日本，你若讲我要宣布讲我放弃中华民国国籍，要甲你日本摕国籍，日本要同意无 ？No， 日本讲稍等，中华民国唔是国籍。今日伫法律顶端，咱台湾人还阁是日本的国籍。尤其是1945年4月7日，日本的明治宪法在台湾实施，这点我甲各位讲，包括日本人嘛唔知，唔是唔知啦，因为过去因战输以后，马卡萨安尼直接甲吓到今日为止，伊讲伊感觉讲，啊台湾人无去就无去啊，其实拢唔对个，你去年的7月份。六方会谈，头一摆，美国政府甲日本政府讲，用这样乱，干脆我从台湾停离啊！外国性遐代表吼，大家拢无就遮大钱呢？啊？台湾要行我？啊，我唔是已经放弃台湾了吗？美国政府甲伊安尼讲，伊讲吼，恁遮崔亚明，当遐崔亚明我讲的。你日本的政府，你家己等于看你1963年，你的吉田茂写一本册，叫做《The War in Japan》，136页。伊讲我台湾
日本将台湾的主权权利放弃，有权利做啥？义务啊！主权义务日本人都提条嘞，所以美日安保条约啊，将台湾海峡包括伊内底，全世界无人抗议啊，人合法啊，照起讲来，什么人唔知？台湾人唔知？咱家己有权利，爱去较清楚啊。咱比较清楚，所以台湾人真侪创哦。他拄啊，我听到这个，咱的蔡总理啊，总理讲遐话，我内心哦、啊，听足艰苦的。我唔知你的感受，但我听足艰苦。遐台独的大脑用流血的人救治，讲你三个人，不管什么人来做总统。我们这些台脑的位置都要把它摆在里面，让我决心说吼，法治建国会永远没这些台脑啦，如果让这些台脑插在里面，我们会害啦，我们是真真正正要替我们台湾人的后代求生存求幸福的啦，我们不是要让老百姓越来越散散到没饭好吃的啦，所以咱民进路虽然还没执政，但是我告伊讲，我绝对敢讲，咱无偌久一定会执政。我讲的执政吼，不是干那拍好安就好安尼，爱真真正正来呢。你讲拼，免哪拼，免哪拼，你免用刀用枪。我甲各位讲过，行法律这条路就对了。CIA 坦白讲，小朋友每一个月拢有在见面，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代表拢有在见面，不是干那跟我一人见面的，含咱美国的代表蔡英文嘛有在见面，国家安全会议代表嘛有跟谢老师在见面，照道理来讲，你看 Facebook。尽管咱的论述满天飞的，中华民国对林志坚来个无道，伊怎来搞你啊？各位，我已经有一块金牌，还伫顶面，你互伊看。我这块金牌是啥物物件？我抗拒美国啊！我是照国际法，希拉里去年十月二九伊讲的，南海这所有的岛。拢爱用国际法解决。今日咱法律建国会所行的路，就是用国际法。所以，咱这个法律建国会的民政府，要来接政权，不是向中华民国接政权。拿到蔡基元总理来到伊讲，咱要向什么人接政权？美国，对，美国的军事政府 USMG， 迄支机啊。中飞机啊，这支是美国国防部交予咱的，不是咱家己设计。这支机啊，伫这边九月七八的时阵啊，去华盛顿 DC 举办酒会啊，伊甲咱讲，你来做这支机啊。当时这支机啊 ，AIT。成立的时阵，这支机啊，伊讲我来甲生产。这支的隔壁就是咱民政府的机啊，这支机啊嘛是美国政府交予咱的呢。迄、那个六个星星就是六个州啦。咱即马开始，台湾分做六个州，中迄个青啊是代表美军呐、啊，迄、那个红的是啥物啊？日本。今日台湾是为日本造出来。照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，联合国也有讲，要第五条要让台湾人自治啦。台湾人不要看，台湾人要比上过去拢相信，遐大脑讲台湾要独立，美国气到要害，甲你讲，台独代表战争。
这个战争是代表什么意思？是中国要跟你打吗？ No， 美国要跟你打。今日台湾一美军上无两千名以上啦，很厉害哦。我刚刚讲几个字给你听，清单刚到。美国的国防部邀请咱的派人，你今年二顶个月去清团工，去的人，这支机啊，甲下落，甲翕出来。国兵队头前还阁有，还阁一支机，叫做美国军事政府占领机，你头前。是这个位置的。过过去，美国嘛，甲咱邀请，叫咱去加山祈求去翕。清大江这边，拢总1700公顷，这个所在是拢美国的飞机，啥物人拢袂当。这边的汉光演习，拢是台人。咱个台中个州长郑州长，迄天伊呾我讲，伊讲两段呢，一段是台南，一段是台中，这段呢，这两段拢封掉了呢。这段 F22 降落，但是无停，要飞去。因为前段讲去，讲两只，其实我知影有三只。F22飞过吼，玻璃拢破。阿婆，中华民国政府拢赔，鸭啊、甲鹅啊，拢惊死的，拢赔。NCC 甲遮所有记者讲，迄段你拢袂当报道，敢若亲像美国七月来台湾的时阵，有一只飞机，747的，讲坐八个人，你要相信无？你们相信吗？747哦，747你知无？内底真是400几个，400多人有无？啊，讲来台北讲坐八个，你要相信无？当然也无可能。我甲你讲，我甲你讲原因伫倒，先停是清大江呐，300几个拢压落去，啊，八去八个拄啊挂伫台北，安尼讲坐八个。啊，媒体有报，但是媒体唔敢讲原因。啊，我甲你讲，但是有一个媒体有报，美军有40名军人入来，到底对你知无？对，和平东路，和平东路的什么所在？你知无？我问 CIA， 不会。啊，报纸在写，你来白甲我讲，到底就，哦，是二咯。AIT 的后面那片本来是一个校地，40几个拢在那里。你家己，你咱去看，咱这边吼，4月28，结束你来去看，你买单去看，系咯，从足足悬的，啊，但是拢美国人伫遐咧进出。中华民国即马开始使用澳国。因为 AIT 啊，你去的时阵，伊外口迄个部分嘛，外口迄个防波堤迄个部分嘛，伊去，但是伊甲阻拦，伊讲甲申请，啊，台北市政府讲，我爱甲准，有无？你知影美国人安怎讲？这何瑞甲讲，警察去甲伊讲，伊讲哦，你们没有办法管我们呐、啊。后壁伊过是袂记得甲你讲了。台湾这块土地是我美国人的啦，你来甲我管，你要管啥？无你甲规划多试看卖啊！这只讲，我未讲。啊，这只讲未讲？哦，这只看未讲。咱即摆嘛唔知，咱是去遮是未讲。所以我甲各位讲嘛，今日是安那来想，我甲六个州长报。美国讲好，因为咱已经甲逼甲已经无法度啊，伊已经要求讲好，啊无变啊，你敢坐落来讲？伊讲安尼，民政府
和中华民国流亡进入这个台湾当局台湾 authority， 你很主席开始，你说我们承认你们双政府存在制度，对两个政府都存在。啊，我们两个政府存在，啊，我们哪来表示我是台湾民政府？是讲你要怎么表示？我就想到2006年10月。二是我咧过美国的时候，我想我哪会去过美国？我因为你讲这个论述，我所以我去走去高雄去选高雄市的市长。虽然我选高雄市市长，但是我主要的活动拢伫屏东咧活动的，啊，屏东都无我的票。但是我是上界重要是用电台、用电视去宣扬这个论述。啊，我看咱只有为足侪拢为高雄来。最后迄礼拜，你拢绝对无看到我，因为我无咧选。我叫大家人投票，我单局。所以当然一定落选，但是迄边我感觉真好。到今日为止，屏东甲高雄这支持者，到今日拢无变心，因为因知影这个人数，因知影讲这是真的。在那个时候，我也发身份证，发护照，发到这个护照，阁是趣味的。咱有两个同志，今日无看，伊看了礼拜来。咱两个同志，一个叫做张明贤，农民党的主席；一个叫做林德明。这两个同志吼，无经过我的同意哦，还袂讲嘞哦，护照摕嘞，去坐飞机，一个去日本，一个去关岛。我要来试看卖，夭寿哦！我着惊一个。因为当时咱发这个新闻、护照的时阵哦，有向194个国家吼，来发 email， 来 announce， 叫伊来承认。他咪讲，啊，两个国家回应俩，一个叫做巴布亚新几内亚，你有人知无？荷兰的国王。哎，我人讲吼，甲我同款拢日本留学，伊知影我日本留学个嘛？伊讲，哎，咱两个同学，啊，伊个荷兰个真巧呢，伊是新几内亚个总统，啊，伊超工去娶迄个巴布亚个查某国王个查某囝，啊，两个国家全变合并，啊，所以叫做巴布亚新几内亚个大总统。啊！伊讲吼，哎，我甲你承认，啊，我一个国家伫澳洲诶，伫迄个波罗的海，比三小国国家小一个足小国家，因为我也可以承认你，但是我有条件，因为啊，你研究这个政治，我研究这么好，啊，你嘛来替我的国家来研究，啊，卖命哦，我台湾都救未着，我去甲你救遐两个国家，但是美国甲日本。摕到这个护照的时阵，因的反应是啥？日本伊去福海岛、北海道，伫海关的时阵，伊甲看，所有的海关迄间拢停止作业，拢走来甲看啦。我讲日本，看到台湾民政府，我足欢喜的呢。翕相，规面拢从头到尾拢甲翕相，拢翕。翕起来甲讲吼，来惊一个你。你连你唔相信，你连问迄个林德明，他惊一个足乖哩，九十度嘞。伊讲吼，这台湾民政府很好，但是阮外务省还未升迁呐。吼、哦，啊你身躯顶还有什么其他证件无？拢无啊。啊，但是伊这个，还佫是本来嘞，迄个啊做护照，因为出年出事爱用台湾的护照嘛。哎。我讲就歹势，刘王的刘王迄本好食嘛？啊，伊甲讲，啊，你还有其他无？伊讲我袂，我袂用这本。啊，你有其他无？啊，我有身份证啊，人家身份证嘛，我紧用身份证可以入去嘞。啊，所以这日本算成功了。不过这个关岛这个阿妈娘呢，关岛更加出名。关岛一个去，吼，嘛是安尼，甲伊带入去一间细间的房间呢。他说，这本护照，你的头是什么人？你看这林志兴，
啊你刚才印几本？伊讲印千外本，可能对一天吼会包一架飞机来，真是对。伊讲哦，伊讲伊刚问讲啊有没有违法？伊讲这是真的啦，吼、哦，但是国务院还没有通知我们说爱跟你承认啦。啊你先固定嘛，是讲啊你先用有其他，你用其他，我给你一笔啦，你用其他啦。那你这样明显的不爱，你做细节伊讲嘛，啊你我歪嘴。啊，无爱住边啦。伊讲吼，啊无你经其他个所在看你买对啦。阮批一个文，互你坐飞机去。伊讲无我来韩国啦。啊，再去韩国佚佗，搁倒转。伊讲伊趁一撮韩国钱。因为人笑呢，若摕假个护照吼，是关到今日无定，还搁你关呢。但是咱照健检法来，照起步来呢，无关，佮对于建立，佮倒转来，是只不过讲，还佫袂使入。所以我这边，我伫美国去谈判的时候，我就佮讲哦，安尼啦，我无呾共款，我先发身份证，发护照，因可能嘛考虑啦，考虑了伊讲 OK。我你发新闻者，啊，咱嘛真拍拼的，咱民政府哦，召集会议的，当然是内阁小内阁啦，十几个啦，都开始写公民法啦。这个公法啊，写了三个月，写好了，头一摆写好了，送给美国，各位24小时都无，伊就把你骗去。伊讲无采你读这个论述。啊！你这个公民法呢？你写这是什么法？啊！你的中国人马上就当变作你台湾人，啊！那你中华民国都就地合法就好啊！夭寿啊！这句话提醒阮所有的人，这是重点啊！中国人跟你台湾人有两种人呢，一种是啥？中国人，啊，佮一种呢？本土人。本土台湾人。啊！美国讲。你免安尼分啦，我甲你教安怎分啦。台湾有两种人，一种是叫做占领者，一种叫做被占领者。咱台湾人就是被占领者。今日咱的总理讲的，李登辉啦、吴敦义啦，这些人拢是被占领者，化身变作占领者来管咱。所以这些人。后摆一定要较清楚，我懂。所以民进党第一个提出来口号是啥？18岁以上的查甫查某，政府拢免钱送你一公一栋一栋厝。你讲够有影？这会空头支票啊买？我甲你讲钱伫倒。美国，美国国那丢了。我跟你讲，夏威夷先讲夏威夷，夏威夷的规个收入，伊在美国的50州啦吼，伊的总收入是啥物嘛？你敢知？观光是不是？那因为观光，你第二句话看麦，等你一下。啊，恁其他人是收啥？租金？我现在恁有听过我的吗？总裁啊，听过我的吗？你咪点点。我跟你讲吼，台湾人就是安尼啦。拢派地方，我甲你讲，伊个军事基地吼，租予美军啊。美国人，美军付予的租金啊，是伊总收入的50%。你今日就是予中华民国海干讲，咱的基地租予中华民国，拢无咧收钱的啦。啊，所以认为讲，啊国家嘛，国家爱用嘛，所以免钱嘛，你是免咧收。其实拢错误的观念啦、使用者付费啦。美国人用美国的土地，嘛爱收钱啦。我跟你讲，民进党成立以后，才甲做苏联，才做日本，才做美国，才做英国，叹死啦！我跟你保证，18岁以上，十五岁拢有去当。我绝对，我都跟你保证。第二点。
我已经甲总理大臣参详啊，因为我是秘书长尔。我甲总理大臣讲，第二点一定要办甲完成诶，爱去东欧一寡金头毛诶查甫查某，十八岁到二二岁，互伊来台湾读册，嫁互台湾人也是娶台湾人。你若直接结婚呢，进入上一级，改变恁的品性。中国人后摆来遮看，阿奶拢金头诶，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，对不对？你拢无机会，你卖拍死。我们没有机会啦。我跟你讲吼，希特勒用一贯咧。澳洲改变 人种的人的品质啊，咱用这波更较好，咱嘛今日有德国的代表呢，是够可以去澳洲去倒吹。中国迄种人是德国。我不是讲德国的，我咧讲迄个有几下国家，咱即摆毋是电视电视看一寡呢金头毛的讲来遮哩趁食，有啊真多有啊，咱个迄较细汉的，迄十八岁到二十二岁哦，哇，迄水当当哦，我甲你讲哦。好啦，这是虽然是讲笑，但是我不会把它当成笑话。我你讲啊，金鼓励伊甲台湾人交往，生囝政府阁给伊出。我唔相信讲你中国，这个共产主义无共款啊！哇，这是叫做社会民主主义。但是，唔通听到社会主义，大家惊。这不是共产主义，共产主义什么让咱攻击？所以呢，咱的民政府有真济环境，但是咱要一步一步。啊，再见了。继续。啊，若要休困哦，等下第三十分钟来了嘛。安好啦哈 ，OK。啊，若要变做的吼，家己啦。今日台湾真正人数有真多，就是讲爱予咱台湾人先爱了解讲，咱到底什么人？咱要了解讲咱什么人哦？我跟你讲，唔是遐尔简单嘞。台湾人有真多所在，到今日为止，角色模糊嘞。啊，台湾人头脑是真好，但是嘛真简单就叫用收买。我跟你讲，2012年嘛年啊，开始选举啊 ，CIA 甲我讲啊真清楚，你听啊清楚。民进党输，上少输一百万票，上少输一百万票。你讲啊，你一百万票你安怎算？我算给你听。这边的五都选举对不对？民进党伊摕几票？377万。国民党摕337万，安尼民进党讲啊，我赢40万。隐藏地基，杨秋生啊，摕41万5000票。杨秋生的票70%到80%拢是拿阮转给伊的，这就才占30万。民进党内底，伊讲赢40万，青年党、甲新党，伊占7个席次，伊的票超过10万。安尼拍咧到底，民进党无赢啦。啊，你讲剩下无选的，迄几个县市，第一桃园，第二苗栗，第三南投。第四彰化、分林、嘉义、屏东，台东花莲当然嘛是同款。这七个所在的票，拿军比日军啊远远超过了。未调啊！啊，未调，那要算？你看得出来？你若看会出，无你调去我看嘛。反正你若讲看会出，讲啊，我未调，我若要选，即个民进党我若要选是要选啥？
你敢知影？恁知影无？No， 伊无遐高尚啊！伊为着三十块伫选。对。伊若不管安怎讲，伊选那几万票吼，伊一票会当摕三十万块，三十块啊，这三十块，迄个一万啊，伊会一当得着伊家己落地啊。你当然死死好啊，到我那关的。但是你若讲，即马讲，卖选了民进党，啊人甲你问讲，啊你选了国民党啊？林志兴绝对是中国共产党派的特务。我讲吼，林志兴无遐敖，中国嘛无遐戆啊，提钱来给我，来将台湾甲中国拆开。伊无遐无，今日就是讲，民进党唔是台湾的政党，民进党是啥？是中华民国的民进党，伊的党章第一条，你等于你家己去变化嘛？民进党的党章第一条写啥？咱叫咱的国名叫做中华民国，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是不是？你写的，你写的。中国国民党没有话讲，绝对是中国人的政党。但是民进党是中华民国的政党，所以咱是生活在两个中国的下骹啦，一个叫中国，一个叫中华民国。所以台湾人死路，死路啊！你选啥拢不是？但是这个所，这个时阵，咱有一个世界上的真好的地，波罗的海三小国。波罗的海三小国去予苏联占领，苏联伫因遐举办战役。波罗的海三小国伊联合所有的老百姓讲，无爱去投票，无爱去参选，结果知影，敢若三成去当票。所以以后全世界